天派出的候选人，他也是呢深受我们这个人民的爱戴，所以今天能够呢以15086张选票胜出，是出乎意料，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把强心剂。马华工会希望从丹中 BI 开始，我们要找回我们的政治的这一种过去的昔日的雄风。人民的胜利呢，告诉我们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在18个月前，他们投选了西蒙，18个月后，他们因为不满西蒙，他也可以呢做出一个完全相反的决定。所以我们更要呢珍惜人民对我们这一次的支持，以便未来我们能够符合人民百姓的要求。Okay?